好，我是贝尔，我是赛吉特州立大学的美术学生，也是中国学生会的会长。今天我带了小伙伴来带大家看一下国际办公室。大家好，我叫志泰，是一名校友。我读的是工程系，处理所有跟国际学生相关的有关事务。大家有任何事情呢，都可以来这里找老师帮忙。然后现在我们带大家去见一下我们的 advisor。大家好，这就是我们的国际学生辅导员，帮我拯救了很多困难的大救星。我叫 Pat，我不明白你说了什么。That's all the Chinese I know, so we want to welcome you here on your virtual visit to Saginaw Valley State University. I'm in my office. I'm an advisor here, along with my colleague Adam, and we have many other people in our office. Louise, who I think you have also met here on the video, and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in person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Saginaw Valley State University this fall. 再见。教育大楼右边是一个很大的演讲厅。这边这个区域呢是教育楼的二楼，它是为了方便教育系学生的便利所给他们营造的一个学习空间。这里有很多台电脑以及打印设备可以供他们使用。同学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学校一般的教室样式与规模。今天天气很不错，我们去食堂看一下。我们来沙拉吧，可以一起吃。这边是学校的星巴克，现在是关门时间，平时开着的时候人特别的多。然后这个是我们学校提倡大家注意防疫、注意戴口罩的一个宣传。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图书馆的外围，这个也是一个可供于大家小组学习或者写功课的地方。这里是学术辅导中心，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个牌子，每一种牌子代表是不同学科种类，你只要把一个牌子立在桌子上，像那位同学做的那样，他就会有一个自优生来辅导你，那些自优生都是学习成绩特别好 GPA 4.0 左右的学生。现在你们看到的是数学和理化方面的辅导中心，完全是免费的做辅导，因为今天是礼拜五下午，所以大家已经去放春假去了。我现在看一下这个图书馆的鸟瞰。那那边呢，就是我们的住宿中心跟洗衣房所在的位置，然后学生呢也可以选择开自己的车，每个学生都会有一个停车位。也可以把自行车停在这个位置，如果你喜欢骑自行车。然后现在我们就去找一个朋友采访。现在我们来找一下我们商学院的同学。这里是门铃。Hello，可以进来吗？嗨，请问您的名字？我叫吴廷伟。
好，谢谢你让我们参观。来，那你介绍一下好不好？好，这边呢，一进来我们就看到厨房，厨房有一点小乱，然后这个冰箱，啊哈，跟我差不多高，嗯哼，然后这边是用餐的地方，有很多零食，嗯，你零食都去哪里买啊？嗯哼，沃尔玛哈。然后这边是厕所。嗯哼，一共有几个厕所啊？楼下一个，楼上一个。嗯哼，这是一套的还是半套啊？一套是。就是有马桶，也有浴缸。对。好的，哇。我刚刚有刷。哦。哦，还有布置哎。嗯哼，这里就是客厅。嗯哼，这边有。哇，这个院子好大、哦。对。好，那我们要上去吗？可以。房间，楼上有四个房间。一、二，这是什么？这是厕所。OK。三、四。对。嗯。好，这个。这是其中一个空房。Okay. 有人在用的空房。嗯哼，啊，有。有衣橱。嗯哼。有一个窗户，有一个床。对。有一个书桌。书桌。嗯哼。跟柜子。嗯，很好。那下面是地毯。OK。谢谢，让我们参观。不会。嗯，再见。拜拜。那么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学生洗衣房。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洗衣机跟烘干机，这些都是学生免费使用的，并且没有次数的上限。像在学校各个地方，大家可以找到像这种柱子，这个是紧急求救按钮，在夜间它顶上的这个蓝色的灯体会发光。你只要按下这个按钮，效果会在一分钟之内到达你所在的地方，以确保你的安全。现在我们到达的地方呢，是学校的警察局。嗯，这里呢就是学校的医院。就近就医特别的方便，然后大家也知道美国这边的医疗价格会比较高，但是通过学校买了保险以后呢会便宜很多。同学们现在看到这一个整排建筑，这是学校的体育与健身中心，基本上同学们想到的所有的健身器材以及体育设施这里都会有。同学们现在看到的区域是进行有氧运动以及各种跑步机的设施，橙色的条贴起来是真正为了让每个之间的抗议出于疫情的考虑，让大家都隔开了。这个收费吗？这个并不收费，学校甚至需要的话也可以给你提供私人教练。那么同学们，这边是健身中心，然后这边是进行力量训练的地方。这里呢，就是我们学校的游泳馆了，就是奥林匹克竞赛规模大小的馆池，大家所有学生呢都可以来这里面游泳。嗨，今天谢谢大家的时间观看我们的视频，也非常谢谢我们两位志愿者小吴跟小陈，谢谢你们两位的时间啊，我们的校友还有在校友、在校学生啊，中国学生会会长，我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塞基诺大学，希望在这里路易斯就是我希望在这里跟大家能够见面，再见，期待你们的到来。再见，拜拜。拜拜。